斗罗大陆大结局，史莱克七怪集体成婚。老师，弟子答应了您四件事，老师能不能也答应弟子一事？弟子只求老师这一事。什么事？你说。雪崩笑了，看着唐三，再看看小五。老师，弟子希望能够成为您的主婚人，为您和师母在天斗城主持婚礼，这是弟子唯一能送给您和师母的礼物。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，小五的俏脸顿时羞红，身体紧贴在唐三胸前，但小五脸上的甜蜜根本无法掩饰。唐三开心地笑了。好，我就答应你这最后一件事，不过不仅仅是我和小五，还有小奥和蓉蓉，胖子和香香。至于戴老大和竹青要不要和我们一起成婚，就看他们了。雪崩大喜，故所愿也，弟子一定会尽快荡平武魂帝国，为老师和师母，为众位师叔伯，举行一场全大陆最为盛大的婚礼。